美洲狮这回碰到硬茬子了，捕捉圆驼差点没被摔死。好家伙，这力气可真够大的！一只美洲狮信心十足地冲向了圆驼，直接就是一个帅气的飞扑。但是被圆驼一个甩头就甩飞了。可他怎么会服输呢？瞬间又扑了过去。而圆驼也不惯着美洲狮，直接又是一个甩头。这下美洲狮是真服了，追了几步也只能任由圆驼离去。我们再看看。 这只美洲狮飞快地扑向了圆驼，可这头圆驼的战斗力也是相当强了。看它疯狂的摔打美洲狮，不得不说这波操作可真够生猛的。美洲狮也被摔得脑瓜子嗡嗡的，要是一直这么狠狠地摔打，就美洲狮那小体格子估计也得小命不保。但幸好圆驼的体力有限，美洲狮还是能耗得过它的。而此时圆驼的摔打已接近尾声，应该是没多少力气了。美洲狮看圆驼已经不怎么反抗。 秉着趁他病要他命的原则，他开始用力锁住圆驼喉咙。这一锁喉倒不要紧，圆驼立马就呼吸困难，奋力地挣扎起来。可下一刻，他实在招架不住，瞬间倒下了。就这样，美洲狮终于艰难地捕获了圆驼。